但凡是您看过我综艺，从来不会让我当过卧底的。为什么？笨。那不，这个综艺不一样，因为这个综艺全是笨的。打个样给你们，来。不是，你们俩人框住一个人，是不是有点亏呀？有点浪费呀。你真是异乡人呢。你是哪？别往我反过来，你还是一个上来，俩人你们队的，俩人你们队的，为什么？大熊猫答对了，你骑过了。一个人带了无数个累赘。你大哥又找着椅子了。我这是癞蛤蟆吗？演的。呜呼，讨厌不住啊。大哥，你劲儿使得太大，以后容易接不着戏。我坐都坐不住。大哥忽悠我们。我再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为职能做出的贡献。火锅啊！这是里面有动作说明啊，是吗？会有一个我的同事，一名真正的主持人。一比，我觉得黄才伦在主持时间，在主持时间。不少说话吧。啊，苗阿树妈妈少说点。这就是我也有东北话。现在可以选择一份茶叶。茶叶，茶叶。我们这个综艺全是笨的。一号、四号，你选几号？关我们的，你关我们。我们不是一波的。你看我跟海银麻花的都是不懂事儿的。没说吗？又有劲儿又不懂事儿。不玩了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能让大哥受这罪。唐山人32半，齐齐哈尔人40半。先甭管有没有信息，你们先看看童哥还有没有气息了。麻花这个群体真是。是吧？有摄影机的时候真客气。